型男喷火王通通选边站，想得大奖看你人气赞不赞。剪刀石头布，完了，对了，我知道答案。你应该是 A 嘛，对吧？一定是 A。哦，为什么？用气球奉献神明干嘛？对不对？当我小孩啊！离美女近一点好了。他都反指标哎。我也有。哎，他现在都凭你，你这样子讲他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把沙皮放旁边。你在干什么？帮你搅一搅。不是里面有些什么？你给我搅！我下次换你，我就帮你搅。明虾小馆石斑全包到，澎湖海味鲜美我想要。哦，像米酒，就很奇怪这些搭配。你该不会觉得我们师傅都在乱搞吧？接着我就下番茄酱。番茄酱。番茄酱。对。Oh my god！ 哇哇哇哇，热呢哦。哇。要加蛋呢。台把石斑鱼，这是蛮有名的台菜啊。嗯，他开始拿刀切了，你要看他切的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转过头去切成笋丁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来来来，阿伟阿伟阿伟，哎。极南凤凰王第三站，澎湖直送海鲜料理秀。感谢观众朋友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看到了澎湖王两位啊，准候选人已经就位了。目前的战绩呢？你稍差啊。我最不会碰轰。今天呢，有三位好朋友要跟我们一起来碰轰一下，欢迎哦，华晨妍、许书豪、NONO。欢迎，哎，欢迎，华晨妍，哇，这位新朋友啊，来，新生代的创作人，介绍一下你的专辑，来。Hello， 我是华晨妍 ，Chio， 然后我是一名创作歌手，然后这两张都是我发的 EP，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全创作词曲，作曲风格比较是像自己写日记，然后呢，就把日记给大家看。这样子的一种风格。那两首单曲呢？我们今天来一首歌听听看吧，好不好？好呀。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风格。好，今天可以唱一首，就是我之前帮流浪动物写的一首公益歌曲，歌名叫做《我想陪你》。我想陪在你身旁，种下勇气向更遥远的地方，陪你耕耘着土壤，灌溉选择的力量。我想拉住你的手，一起向前走，直到梦的尽头。想陪在你左右，想陪着你啊，耶！想陪着你，好好听，谢谢。好，哎，舒服。这是不是一个？谢谢你。而且人家就是个吟唱诗人的感觉，嗯，哦，分享生活的点滴，声音很特别。听完这首好歌，要换你了，书豪。最美的地方，对，这是我的专辑有十二首歌，主打歌就是《最美的地方》，同名的一首歌曲。是。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在讲的就是，其实最美的地方，它不一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maybe 马尔蒂夫什么的，它可能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家里，对，哦，或是你们家的一个角落，对，或是你们家的一个厨房，你们聊天的餐厅都会是最美的地方。那也听听你的歌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那长得像麦克风的给他，谢谢，谢谢。一张一张随风散落的枯黄，明年的盛夏，下次再说吧。如果每一天都能照着计划，够简单的话，我想带你到最美的地方，看待一切如往常，轻松无畏的前往。我想见你，却倒立在夕阳，突然落下快乐，来不及放，停在最美的地方。谢谢。好听。哦，非常好，两个值得期待的声音和专辑，华晨妍和许书豪。加油！加油！
澎湖直送的海鲜，超省时间喝菜。首先上阵的是杰瑞师傅，欢迎。澎湖产地直送的这一只小馆，来，菜名叫做青酱脆葱小馆面疙瘩。哇哦！对，青酱呢，我会用葱来做青酱。青酱。金甲，金甲，金甲，计时开始。是是是，那这边呢，我先来加热油的部分。这边我下这个花椒油跟花生油。一讲到面，花椒油，曾国成眼睛都亮。对，成哥整个就醒过来了。我这边下葱花 ，parsley， 然后姜碎，然后蒜碎，姜末，蒜末，疙瘩。对，这里鱼露下一点调味，然后这等一下要烫疙瘩的部分，下一点鱼露进来，搭配一些紫地瓜片。所以我前面要先把它炸进去，这边下一点盐巴，盐巴会下太少。啊，不会不会，因为煮疙瘩了吧？因为有鱼露啦。对对，有鱼露了，对啊。那我们的终点的部分呢？前面我先把它划刀。台湾的鱿鱼好好吃哦。对，你在台湾待过多长时间啊？最长也就之前也就一周，这次是住的最久的。我每天都在吃鱿鱼。可惜了，是啊。对啊。台湾夜市的那一种，对，很大只的炸的那一种，对。对。哇，有没有发现台湾是个最美的地方？好，那接着我们来做面疙瘩的部分。我这边用的是芋头丁，然后中卷头的丁，然后下一点点的面粉进来。对，我的面疙瘩有料的，是是是是，有芋头丁哦。但是它里面最大的组成是这个花枝酱。哎呦，它其实就是花枝丸嘛，哎，类似芋头花枝丸，对，或者是像根。啊，这边呢，我会把它摊在我们的。板上是，这是在那个一条一条之前在韩国街头看那个小吃他们在做的时候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然后脆葱的部分呢，我这边上一点面粉进来，沾这个酥炸面糊，然后下去炸。这很像韩国的那个路边摊他们做的一些，对，只有脆姜粉吗？脆姜粉，对。这边呢，我先把它淋进去，让它熟成。直接用热油。对对，这是一个杀青的动作。没错，杀青的动作。它有花椒油跟香油，花椒粉，糖。你那个中卷是要吃生沙西米的？中卷要吃生的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。一分钟哎。你的中卷，好，下一间，加一个酱汁的部分，米酒还是沙茶酱，然后一点猪排酱，猪排酱就是等于是烤肉酱啊。边我们就丢直接哦，直接下去烧，小心，这样切煎出来真的很好看，没错。真的很漂亮，感觉炸地瓜片的我们放在旁边，搭配色漂亮。你用那个盘子跟那个，好像最近很红那个澎湖的那个吉祥物。青酱的部分，来，好，开始乱倒。没有没有。哎，我们放面疙瘩铺底，好就好。好，放一点。然后呢？然后脆葱的部分呢，把它加上去。那个帽子，哇塞！脆葱。快！再来，哇，漂亮，熟了吗？对，很漂亮。哇哇哇哇，好香哦！小心，太美了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哦，这样切真的很好看。青酱脆葱小馆面疙瘩，酱要淋上去吗？面疙瘩，完成。好棒，好感哦。答对题才吃得到，嗯，好。吃不到。小馆面疙瘩，准备各就各位。今天的第一题，听好了。哎。来，冰箱的发明使得食物保存变得较为容易，但在冰箱尚未发明之前，俄罗斯人竟然会用什么方法保存食物新鲜 ？A. 把活青蛙泡在牛奶里 ，B. 把鸡蛋泡在尿液里，请猜拳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厉害！哎呦，这个答案是不可能会出现的啦，没有人会瞎掰出这样的答案出来。但这个大家很熟悉嘛，只是说之前他可能就是在马尿变皮蛋，俄罗斯没有吃皮蛋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发生嘛，所以答案就是 A 嘛，所以你答案一定是 B 嘛，对吧？
只能是 B 啦。以前呢，就是用马料嘛。马料，马的饲料。对啊，俄罗斯又没有吃皮蛋，它可以那个外销啊。有道理。好的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青蛙，你为什么选 B 啊？因为我忘记要走。啊，你忘记要走？但是哈吧哈吧，对吗？我的平均。你为什么选 A？ 俄罗斯那边应该蛮冷的，所以你不会有牛奶发酵的问题。所以就是应该，人家一年也有几个月会热了，也是会有。我刚刚想这个问题。他也是会有夏天的时候。啊，希望不要答错了。答案是 A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是不是？这就是流传已久的神奇偏方，把一只活的青蛙泡进牛奶里面，能够让牛奶保持新鲜，不易变酸。后来经过研究发现，青蛙的表皮中分泌含有丰富的抗菌和抗真菌的物质，能够大大减缓牛奶变质的速度。是青蛙，所以是保存牛奶，青蛙的功能去保存牛奶，不是说不是吃青蛙的。尹飞家，今天我们的处罚是咸豆浆哦，好一些就是这个放进去，熬点高汤了。哦，有盖子，有盖子，这样会好喝。我吃了，来，就看他们吃。耶！哇，你的芋头好明确啊，哎，比例好高啊。对，它根本就是芋头丸。是的，中卷刚刚好。脆爽。哇，它的青葱酱好香哦。对。吃过松鹤鸡啊？哦，就类似那个味道这样。哦，好哎。嗯。哇。你说的好，说话呀你，特别会叫，然后那个脆葱的部分也可以沾着吃，而且我觉得你煎的这个焦度刚刚好，有点金黄。哦，哎，脆葱好吃哎，它那个葱白甜会带甜，脆葱甜，那个香味不见了，特别甜，拍手拍手，好了，我们的海鲜一个比一个好。今天还不知道还会能吃到些什么。现在有五星级的料理，欢迎两位主厨，邱宝郎师傅和米泽师傅。哎，各位，先从邱宝郎师傅这边啊，跟许叔好，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澎湖直送的海鲜，是南瓜石斑鱼，肉质也比较肥厚，肥厚，对，很纤细。哦，用这个南花南瓜子南瓜石斑，带来的菜品叫做。采把石斑鱼，什么叫采把？边做啊，边跟大家来分享。没有赶时间，那你现在有赶时间吗？有啦有有，还差五分钟啊，我先边做边做。你要那个许叔要帮你做什么？要找你说。好，来，帮我撕这一个桂竹笋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这边是盐巴、胡椒。盐巴、胡椒、米酒。对，把它稍微抓一下。在台湾大部分都会用猪肚哦，或者是咸菜，一条鱼肉带上的酸菜，酸菜，竹笋，这边用的是凉笋，蟹肉棒，对，蟹肉棒。哦，所以你们今天有会用到两种笋，哎，一个是桂竹笋，待会要做中间的料，你待会是蒸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下去蒸。这是蛮有名的台菜哈，他开始拿刀切了，你要看他切的对不对啊？对。自己做主了，就转过头又切成笋丁。好，来，这边呢，我们这个南瓜石斑，吃完了崩溃。中间要再一层是整块，让大家吃到整块的我们南瓜石斑的肉。我待会会腌一点豆腐乳，今天应该用到两尾的量哈。两尾，对，家境很好啊。这贵吗？听说蛮贵的，蛮贵的。这本来是当地人在吃，然后这产量越来越少，所以现在开始在富裕，在养殖。一尾要1400哎！哇哦，澎湖的养殖很厉害，因为他们那种定制场在就在海上，对，海上养。叔豪，这里帮我炒好不好？麻烦你了。好，对。那我们要到对面去喽。好，米泽师傅来，跟华同学来。耶。这边是用明虾，哎呦，野生的，是太好了。带来的菜名叫做明虾板烧何时宴，请开始吧。来 ，OK， 这边的话我先做一个酱，你刚刚是虾米跟奶油吗？哎，对，虾米跟奶油，这么特别组合。对，因为我要做一个铁板面，那我先做它的酱。不会做菜吗？
会啊，会啊，你拿手菜什么？蒸蛋啊，玉子烧啊，日本蒸蛋、玉子烧他都会做。对啊，然后上海就是红烧肉，还有我们那边有个叫做腌笃鲜，啊，腌笃鲜吗？腌笃鲜非常好吃，那个像可以吗，师傅？哦，像米酒。你高兴什么？不是，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搭配。你该不会觉得我们师傅都在乱搞吧？米酒、虾米和哇，奶油，对，黄油。但台湾的米酒比较偏向日本的 sake 啦。哦 ，OK。好，接着我就下番茄酱。番茄酱，对 ，Oh my god， 哇哦，番茄酱，好怪哦，越来越怪了。对，那这个是明虾的头的熬的高汤，对，但闻起来很虾哎。然后这个是猪排酱，又有猪排酱，日式猪排酱，对。你打了四颗全蛋。因为待会我的炒面上面我会做一个明虾的煎蛋，四颗蛋现在外面卖要80块了，啊，这么贵啊？对，四颗就要80哦。这个就让它煮成糊就可以了，让它继续小火的浓缩。那接着这边的话，我就是锅内再放奶油，那两边都有奶油哎。对，就是更香。我就先把我的虾放进来，还没有试吃喽。我们准备要试吃咯，好，开始又有火药味了，哎，来向后转，耶，加油，好，来，这个南瓜石斑的鱼骨啊，熬了大概15分钟，然后这个鲜鱼汤，然后配一点那个酸白菜，先让酸汤鱼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你们那个贵族笋已经炒了，炒好了，对，这底就是我们的彩把，然后再刚炸好的鱼块在中间，哦，上面就是这种贵族笋，我们试试是这个鱼汤，对，来，好，各位，第二题题目是，英文中有许多跟蔬菜、水果有关的用词，如果有人说 it is bananas， 代表何种意思 ？A， 这很疯狂 ；B， 这好廉价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好像 No 哥知道的感觉。Banana， 你这个 banana， 他看完就笑了。觉得应该是 B， 好廉价，廉价，为什么？嗯，香蕉比较廉价一点的感觉。Come on， this is banana， it's so crazy。哦， the answer is A。它怎么会是廉价？在英国，在英文里面，他们有产香蕉，怎么是廉价？我的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哎呀，怎么？三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啊，那我还是留在这里哈。Crazy， 哇，嗯，许川为什么不过来？我本来要过去，后来说，哎，这次太孤单了，就回来。哎，后来。It is bananas. Yes, exactly. Oh my gosh. So crazy. 对啊，就美剧里面常常看到哎。啊，常看到啊。嗯，然后他刚刚又说，其实他是美剧常看到，那我们表示我们选对了。答案是 A。哎耶。睡了，非常好，跟着收心做。那这句片语就是代表情绪异常的激动、抓狂、发疯，就是像 crazy 一样，就这样。节奏像得是，对对，大师都这样的。完蛋了，这个票数哇，太夸张了。都开拉西，哦，这跟票数有关系哦，啊，累积票数的啊。辣椒还好了，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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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。那现在还好喝啦，对，我再帮你加点香油。可以，我们喝汤了，耶。OK， 有。哦，这个汤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在澎湖在地的话，会用这个鱼骨头去煮。我们澎湖有一个就是酸高丽菜啊，对。你的那一位也去澎湖吗？没有哎。去澎湖，那你应该去一下那边的海鲜，你会爱的。就澎湖的那个蚵仔吃到饱啊，对对对，鲜蚵吃到饱。这边的二厨刷碗，这是什么土豆丝啊？这个是地瓜丝，烫到对不对？有一点，干嘛你别失控？我也很常这样啊。对面有试吃，哦，又有试吃了，前后转。其实已经熟了。哦，那因为我还有在加明太子在上面。明太子，对。那待会这个是盖在明虾葱花蛋。试吃的部分就是直接吃面吗？铁板面。哦，铁板面。试吃铁板面。铁板面。这边帮我调那个，待会第二个口味的 cheese 味噌酱，那它现在放里面是 cheese 酱跟那个胡麻酱，然后这边味噌一拌就好。好，对，是味噌，对，然后再放味淋，那是味淋，然后以及清酒放吗？
对，全放全放。在日本是每个县市都有四味噌、白味噌，每个县市都有。基本上是这边，因为味噌是早期没有饭之后是家家户户都会做，自己酱缸文化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杏仁饺，好，对，多一个坚果的口味，然后拌一这样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六位，六碗铁板面，请出题。加油！疫情趋缓后，许多公司都大量增材。根据研究，面试时间会影响录取的结果。请问，容易被录取的面试时间是 ：A. 上午十点半，礼拜二上午十点半 ；B. 周五的下午两点。碰碰王，请猜拳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睡啦。容易被录取。B. 容易被录取。哎呦，礼拜五下午两点呢，快下班了。所以那个面试的人，他也赶得及要下班。周休。对，所以他可能啊，快点，中了。心情比较放松，就像有时候我之前买了一台车，我觉得那台车它要么就是礼拜五的下午组装，不然就是礼拜一的早上组装，因为毛病一堆。对，这是人的，所以要避开那个时间的。对，所以你面试的时候最好是这个时候去，它比较机会。嗯，等到他录取。哦。那你应该是 A 嘛，对吧？一定是 A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而且他周二部分呢，其实面试完之后，你还有周三、周四、周五，你还有一个试运期，你来做做看。实习或者什么？对，试做看看，或者是这个时候周二其实也比较清楚一点。那你如果说周五的话，其实到最后你可能就是乱枪打鸟了啊，随便挑几个，那不是真的面试。哦，请你选择。我 B 好了。3、2、1，嘿！哇！吴西福，吴西福都讲成这样啦。好啦，你为什么走过去啊？因为你说没人选他是吧？不是啦，我没有那么善良。讲话，善良是啦。你像冠军了，你就这样讲话，是不是啊？他冠军。那你为什么？就感觉，因为我周二的时候可能就会想。思考我这周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会清楚的知道我要嗨，就是雇佣什么样的人。周五我都完全不想想这件事情，我就想着啊，周末要去哪里玩。是啊，我觉得这样招进来的人好像也很快会被辞退吧。徐少说句公道话呢，啊，但还是招进来的。啊，也是啊。结果是这样，那这有点像是我们去比赛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要当前几个，因为后面的人可能表现的怎么样，你很容易就 wave 掉了。那个主考官的想法，所以我不想要当前面表现的。哎，我都想当前面表现的那个，可能在后面当个压轴的，赶紧就可以享受其他人的表演。他其实我刚才有点纠结，就是因为在最放松的情况下，我会不会认真看待要来面试的这个人？嗯，礼拜二上午十点半，但是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哎，我就知道。礼拜二上午十点半是那个面试最好的时机，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的那个效率跟生产力是最高的。不一定啊，面试的时间应该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或者是午餐以后了。对，那上午的时段是最好的时段，头脑思绪清楚，然后把面试安排在双方最佳的一个状态下进行。有助于提高录取的机会。我是把毛主席放上去了，因为这些都味道都搭的。他们猜对了。对啊，他们人数多了，都豆制品啊，两碗。那都豆制品啊。对啊，我也刚想到，缺一整碗。他是只能到一整碗的今天。礼拜五可能就会。哦，好香哦。又要放假。嗯。可以加点味的。这就是台式铁板面吗？哎，不是台式。哦，是的，对。这适合开胃。嗯。嗯。谢谢你。来回去忙。第二个味道，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是尽快把它先做个半熟，然后最后酱汁铺上去，然后送进去烤箱，焗烤上色就可以了。煎过的虾子也会比较 Q， 对，也比较香。好，饱了之后准备要组装了，来，向后转。耶，宝宝是不是在挑战这个扣碗越来越大啊？你有发现哦？以糖滑。哇，精华。火腿。这个带出来是桂枝，是烫的，烫，这还烫哦，很烫，对不对？这个手都还烫哦，蒸汽都蒸15分钟了啊，而且它越来越挑战，越来越大，嗯，好期待你下次的扣碗会多大，下一次板的，在做桂枝的，对，然后书豪这也帮我舀进去，全部吗？对。
大概将近两汤匙的蚝油是吧？注意了，要扣了，要扣了，要扣了！来，收最后一个，来，第一回，哎，今晚要卡过呀，卡过来，你讲，来，声音来，好来，别收诶，好来，注意，把酒唔烫你，好来，哎，来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哎，哎，香油几粒米好来。香油挤到底，香油挤到底，整个搅，整个搅均匀，整个搅，要搅拌均匀哦。嗯，对，很好。来，最后点几滴的香油，嗯，挥挥，把它，你让它倒嘛。哦，来，让你倒。OK， 小心哦，他会啊，会做菜。烫好，烫好，烫好，他可以。要什么造型的？啊，造型，哎，那个均匀，均匀好。哇哇，好厉害！原汤化原食，哇，你像泡咖啡。那你帮我围好不好？芦笋，这比较高级哦，围芦笋。芦笋不好做吗？不会啊，但是少了，季节性，一只而已，少，量没那么大。好，最后我们就一只这鱼汤。才把石斑鱼完成，耶！一个喝汤的，哦，一个是蒸的，哎，来，然后蒸，哎，锅子已经烧热了，对吧？对，锅子烧很热，哇哇，声音，哎，可以吃面，好听，可以吃面了，耶！哇，出面，出面，出面，哎，好，噗，哇，哔哔啵啵嘞，哦，哔哔啵啵，哇哇哇哇，热呢，哦，哇哇，温度很够呢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哇。剩下的酱粉，哇，很铺张呢，小心哦，哇，乱挤乱挤，哇，乱挤乱挤，对，哇，乱挤，不错哎，几个龙，哎，铁板烧不都是这样，就是这样挤的，来，好像很像大板烧，下一桌，漂亮漂亮，哎呦呦，羞的丑都不学，假装自己是大厨，好看，哎，分量拿捏的很好，对，会跳舞的煎鱼，哎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 ，OK， 行。那芝麻是这边，好，葱对吗？对，小心一点点就好，小心哦，刀很利。好，点缀完。好，明虾板烧核实验完成了，谢谢。澎湖海鲜，期待了吧？今天夏天赶快煮完，好，来就位。西施米泽师傅的明虾板烧核实验啊，好，有面我们就先吃了，来准备哦，请出题。可爱的造型气球常常是游乐园里面小朋友最爱的东西，但是十五世纪折气球的用途居然是 A 智商用途，哦，折成十字挂在门口 ；B 祭祀用品，折成动物奉献给神明。啊，准备剪刀石头布，完了，对了，我知道答案。啊，我看到几这照多多久 ？B。祭祀用品为什么？我猜啦，没有看过人家的十字架是用那个东西来装。那但是如果说是祭祀用品扮成动物，他可能用那个东西做成类似像这样的造型。我是因为这个我没有看过，所以我选的是 B。应该是 A 嘛，对不对？一定就是 A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早期的话，你要折成动物，其实有点困难。哦，那你如果是智商用途的话，其实我就把它弄完之后。就好像我们智商完之后，全部都要把它脱掉，都要把它弄干净，这个把它刺破，就一切都把它解决掉。就是当但那不是气球，因为十五世纪还没有塑胶。那一样就是你都把它弄破嘛，对不对？就把它弄破就弄破，或者直接把它烧掉，就这样。久了，太久。对，这蛮久的啦。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可能性啊。折动物好像。对，折动物，你早期你把它弄成动物，哦，那时候也蛮厉害的。不是气球啦，他应该不是真的鸡龟仔，应该不是什么，那时候没有气球。好的，中间选民请选择。我知道答案。五，请选择。选择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哦。三比三。你为什么不走？我蛮认同十五世纪就要动物就直接拿动物来。十五世纪的对啊，还在弄那么麻烦干什么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道具。用气球奉献神明干嘛？对不对？那神明干嘛？假的。神奇打雷啊！假的，当我小孩啊！
华晨妍。我不知道答案。又是懒得走。不是啊，就离美女近一点好了，我就想。你没有看我们节目对不对？他都反指标哎。哦，真的，没关系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哎，他现在都挺你，你这样子讲他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对啊，你看，就是你看折动物，你总不能你在祭祀的时候杀这么多动物，真的是太惨了。早期都是这样。啊，答案是。什么吃素啊？病，祭祀祭祀，对以前的比较注重祭祀，是出现在这个阿兹特克的墨西哥古文明，好，他们就是将动物的肠胃、膀胱等器官充气制成气球，然后就是大概捏成那个样子，哦，那就是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就奉献给神明。哦，请假，来增加了，切芥末，我知道了，不要拉就好了。不是，日本不是有那个欧加兹克，对不对？放把沙比放旁边，来不及了。是一首演的最好的一首，对，好自然哦。我帮你喝一口，来，来，给它摔进去。我的面，哎呀，面，我终于可以吃，先吃面是不是？对，先吃面。这碗很好吃，但跟外面铁板面的味道不太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真的比较偏日式，日式炒面，它带甜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甜味很明显，很明显，然后那个明虾的葱，明虾的葱花蛋呢？里面有加一点那个明太子。明太子，对，野生的明虾就是野生的，就他刚才在煎不是放奶油吗？对不对？那虾子煎的时候火比较小，因为有时一般养殖的虾子可能这样的话它是要粉粉，没有，它是脆，还是脆，虾子煎的刚刚好，你看，嗨，多多，嗨，哦。这题赢得很值哎，是不是？我也是有赢的时候吧。真的，该稳了，该稳。今天来宣传很开心哈。啊，我是来宣传的，对哦。忘记这件事情。哇，太好吃了。那澎湖的明虾真的非常的扎实，它本身没有太多第二个味道，但是它搭配了这个味噌啊，抿下去之后，结合了这个鲜甜。哇，衬托出这明虾的口感非常的 Q 弹，然后尾韵有带这个味噌的一个香气。啊，蛋饼。哦，这也是熟的刚刚好啊。刚刚好。你刚刚只是煎个三分熟而已的。对，五分。有煎到五分熟。因为还要进烤箱。哦，这个不是澎湖的扇贝，不是不是，觉得那是澎湖寄过来的扇贝。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我以为是从台北寄过去再寄回来的。差不多是这意思。懂了，明白明白。转机有转机，有转机的哦。OK OK。你以为我们这是阳澄湖啊？啊，他寄去然后被退件，然后就对到这边来。哦，退回来的还不用花运费。这么好还要被退？哦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啊，有。谢谢。吃到饭，恭喜。太可惜了，你今天大概输定了吧？一定输定了，把差距拉小。你今天只吃到一次啊，炒面就饱了。来，喝个豆浆，饱足。好可怜哦。各单位请就位，来准备自己处理。现代人常常因为压力太大而心情低落，根据研究发现，当心情低落时，可以用下列哪种方式来提升快乐感？哎，咬在那个牙齿上面，咬着一支笔，啊，像这样，啊，咬着一支笔，好 ，B 反复发出类似猪的叫的吸鼻声，哎，类似这样，对，好，来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哦哟，好好打，好好打，我答案是 A， 为什么是 A？发出猪叫声，其实你只是反复而已。你是笑到有笑声，像猪的声音出来，你就会很快乐。可是你在牙齿在咬那个咬笔的时候，你左右这样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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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咯，有没有？那个震动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很好玩。哦，对，这样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有开心吗？你就整个会。你就整个那个压力会不见，可以呛碰碰王，压力就不见了。对对对，你就觉得压力再大了，应该就会咬橘子。拜拜，这边碰王小岛，来，最后决的是 A 啦。这题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它，答案是 B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你有戴这个 iWatch 的人，比如说你超过一点时间到，他会提醒你要呼吸。对不对？你
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深呼吸。它重点是说反复发类似猪叫，不是真的猪叫声，可它就是有点深呼吸，让你的气进来之后，你的心情就会比较安抚。它是那个空气感，不是那个猪叫声，它不是，它就是类似，不然就发出猪叫声就好了。所以它是让你呼吸，因为你只要紧张、心情不好，事实上大量的呼吸是可以安抚情绪，所以答案是 B。有，好的，好，中间选民请选择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说还是你啦，你为什么走过去啊？因为我觉得当你压力大的时候，你咬着一个笔，当然不是会一直这样咳咳咳咳咳，就是咬它。用力咬了会减压的。对，把那个压力推到这支笔上。说，对，压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吃东西。吃笔啊？对，就是嘴巴有动到就算了啦。嗯，牙齿咬东西。对，就感觉好像。你为什么不动？感觉他刚刚咬的时候不是很快乐。全都是瞎猜的，还有误猜。现场实验了一下，他说的很对，对啊，他没有很快乐。但是他猪叫的时候我很快乐哎。就很好笑啊，就是你会笑出来。听听一个专业的说，旁边人快乐这样。啊，那个心理医生有那个分析，哇，学校分析就是学生，一般学生有一些人笔会有咬痕，就是表示他的压力大，然后他们特别去关注那些会有铅笔啊什么有咬痕的、齿痕的同学，就表示他会焦虑，会有压力大。啊，那个笑会有，就是我们平时笑得很开心，会突然，会突然有出现，真的有人。你看网络上很多笑啊笑，看看突然会有，因为表示他已经开心到那个声音，就是那个发出会有一点会到那个，对，开心到会有猪叫声啊，就是觉得猪好像是让人家快乐的来源，这样子想说，对，我也觉得是刚刚那个，因为它是吸鼻声的，氧气啊，吸入氧气的时候人是会喜悦的，答案是 A。咬笔了，那是压力大，压力大，压力大，哦，压力好大，原来是笔判脸哦，好大，对，提升快乐感。来说一下，好的，心理学家进行了脸部回馈假说的实验，也就显示不只是情绪会影响到表情，表情也会影响到情绪。哦，那就是说你这样子咬的时候就会发出微笑的表情。好，那你当你咬的这个大概15分钟的时候，大脑会增加这个脑内啡，会让情绪变得更正面。哦。所以我们待会再摇久一点，摇久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摇久一点就开心。所以你刚刚没有看我微笑表情，他就是说看你不开心啊，没有，因为咬到豆浆啊，咬到后面就会有猪叫声。他是咬橘子啊，是。你加吧，就只有这个啦，这还没融，赶快喝。你在干什么？帮你搅一搅。我想说是里面有些什么。你给我搅。我看下次换你，我就帮你搅。不会啦。不难喝啦，没有没有，你上面你不要捞，要wasabi跟虾酱不要放，不会啦，好喝啦，好恶啊，哎呦，不会啦，这也是明虾酱对不对？不要再哎，一般都要有啦，好喝啦，好喝啦，真的，之后单位再弄难喝一点的啊，它还没有融啦，哎，等下不好意思，他刚刚这样说只有他的部分而已，没有，今天詹姆斯，这是詹姆斯的，今天哇，这是九票。西服的哇，我加了今天的分数是吧？哎哎，是的，对，加了今天加总之后啊，哇，好高啊！21分，讲太多了吧？你这个碰碰碗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怎么是都没吃到？我这对读者很入味，嗯，看看那个有没有喝到。不知道什么味道，哦，贵族笋很好吃哎，嗯，味道很入味，对的，它是不是南瓜子不是吗？石斑鱼，石斑鱼对啊，石斑是石斑鱼，对。南瓜子它本身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在，哦，因为它其实在野生的部分，它都是吃这个珊瑚礁去啃这些，包括它有一些软骨那个，它最喜欢吃那些，它本身有一个特殊的香气在，它用这样子有炸过，像是吃的是炸过的啊，对对对对，炸过之后它的香气又更不一样。嗯，那真的那个应该是不是哎？蛮软嫩的，嗯，对，它肉质非常的要很细，嗯，细啊，超细，它的那个碗底，对，隔的水煮很久哎，而且它这样蒸过啊，它保留它的鲜度以外，还有它的那个甜度，就是全部都留到这个汤汁，最后去做一个烩的动作，对，其实整个整体搭配起来，真的最后又吃到这个笋子是非常解腻，很搭是吧？
很搭。然后待会他们会再喝这一个更鲜的，它是用酸汤的，就是汤我们刚刚有喝了。嗯，哦，酸菜鱼，看起来是鲜人。再贵一点，好水，对吧？好水，一定要吃一下。鱼肉放在那个酸菜汤里面很嫩，然后味道很够。对，三种不同的口感，一种是水煮的，一种是炸过，一种是蒸的。嗯嗯，一个鱼可以吃到三种口感，很棒。然后三种口感的甜度跟香气就完全不一样。嗯，都很好吗？都非常好，因为本身它的鱼的特性香气够，又嫩。掌声鼓励，耶！好，两张好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了啊！来，女生先来，华晨妍。我是华晨妍 Chio， 然后这是我发的两张 EP， 第一张叫《万玩》，第二张叫做《X 乐园》，里面全部都是我的全创作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寻找一下，然后听一下。我差一点忘了宣传的这张专辑，太好吃了。他在 X 乐园，我到现在才知道呢，因为他这个像我们很多就是迪士尼有没有？他叫 Disneyland。对，它叫做 excellent， 刚好就是英文的 excellent， excellent， 哦，谐音梗，卓越的意思，哦，非常好。好了，另外许双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尔许书豪，我最近发行我的第四张专辑，那这里面有12首也是全创作，也是自己制作的一张专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这边有加一个画框，就让大家有一种走到哪里都是一幅画，你最美的一幅风景呢，最美的地方其实就在你的身边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最美的地方，哎。接受大家的喜爱，继续加油！谢谢来宾，许秀淑，谢谢，谢谢诺诺，谢谢大家收听的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全台湾喜欢听好歌、喜欢吃红碗鲜的朋友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锁定《型男保证班》，料理轻松学，和风一锅烧，道道都美味。亲子冻，唐扬炸鸡，酱汁先来，一样3:2。亲子冻的肉不用腌制，然后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。它一锅烧，不是一锅烧。现在开始淋蛋，第二次淋上去之后，关火，要把它盖上去。其实我们这个锅子也刚刚好啊。唐扬炸鸡的粉，再如何怎么样调配？把姜跟盐跟糖跟酱油放进来，姜末就好，蒜不用。好，那这边片粒粉进来，你把它要下去之前把它捏一球放进来啊。是啊，温度很高，这个手上去就知道它几度。我以为你要示范哎，下去吧。他示范的话就是示范几分熟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完成啦。日式的黄羊鸡和亲子冻，两队主打日式经典菜，决战10分钟，来拼谁厉害。哎，九成马别讲哇！刚刚那个颜色到现在变这个，我不是看到章鱼烧吗？你们就是没帮我，他才变成这样子的。不是不帮你，是来不及帮。哇！够了，就这样，叫什么叫？干嘛？吃饭就吃饭啊！本节目由好食购智能便当店冠名赞助播出。